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。人气天团831登场，再搭配神曲《想见你》，立刻让全场嗨翻。我不想象永远，永远太遥远，却陷在爱的深渊。紧接着压轴大咖登场，铁肺歌后彭佳慧情歌献唱，让所有人陶醉。金控大型尾牙，富邦集团打头阵，六号晚间谢年会席开1500桌。富邦集团蔡明忠董事长，富邦金控蔡明新董事长。谢年会盛大举行，由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以及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新带头进场。不过员工们最关心的是富邦今年尾牙最大奖100万，也祭出总奖金额1600万，中奖率高达52%，让员工为之振奋。差异都蛮大的，最好的一个，最好应该差不多20个月以上。富邦金蝉联获利王，市场最关注的年终奖金，蔡明星喊出最高20个月，中位数也有7.75个月，看个人绩效。至于加薪幅度，要看通膨状况，平均3%到4%。今年股利也有望优于去年。今年如果不降息的话，可能以后会变成经济会衰退，因为利息太高。在台湾，我们比较。感觉不是特别那么明显。预期美国今年会降息，而近期台股大跌，蔡明星说是因为去年涨太多。又随着这个利息降低，所以金融股应该是有这个补涨表现的这个机会才对。一字期许今年台股表现，蔡明星说是发。富邦尾牙隆重举办，也对外展现集团决心。体育新闻，华少文将会线小组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